间了。好，看我的上衣啊，这件上衣的话，你看它是做前挡后长的，后面的话就是圆弧度可以盖到屁股。它如果搭窄裤的话也是非常好看。然后它袖子的话，这边是有做到平接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就是 Kiki 最爱最爱的款式。我真的觉得它穿起来是真的有显瘦到，不觉得被它穿起来超很瘦，很瘦。我觉得这件你们可以买，我记得它颜色很多，你们一定会包色的。你看我裙子跟另外一款不太一样，它这一款的话下面是做有点鱼尾的感觉，那它的材质的话一样是那种凉感的。那里面的话一样是有内衬，所以你穿比较浅色的内裤的话一样是不会透的哦。我觉得这个裙子很特别，因为它下面是做到有点鱼尾的，那它点点穿起来就非常可爱啊。那如果搭我这个上衣的话，你前面也可以围搭一点，穿起来的话脚就是比较修饰比较高的感觉。好，你们要赶快去下单哦，整身非常好看，拜拜。